哦，一个加特林，海豚会攻击我，我这不就在那儿吗？这啥呀？喷火海豚？嘿，肉吧的吧的，我是丢了什么今天？我们来玩 Dear Simulator。哦，这是个嘛呀？是一头龙，哥哥，你是不是能骑它呀？呜、哦，陆骑龙，这按 Q 键飞行模式，太厉害了吧？哦。太帅了，我还能吐火呢，你看，哎，我吐，龙变成了鹿的坐骑也是搞笑啊。哎呦，我跟那个鲲打一下，来嘛来嘛，哎，打鲲呐、啊，哎，我来个红烧鱼吧，那吐火，哎呀，直接烤，我靠，咋感觉没烤上呢？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吗？啊，我有了，有感觉了，有感觉，被我给烤死了，一瞬间没了。来啊，我再考考考拉，哎，龙考考拉，鱼，我考你，我考你，不可能打，考没了，太强了啊，太强了，我再考个牛吧，你牛就不用考了，他又不打我，真是，哎，我看看盲盒，哎，你莫愁，哎，我先降落，大哥降落呀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能跑起来吗？哇，他还带着你往前走，太帅了，哦，来。把大轮船给烤了，哎，我烤，哎，烤不了，哈哈，嗯，烤，哎，新东西，长颈鹿，哇，我是长颈鹿了，哈哈，痛击人类的时候脖子会变长，我试试看啊，嗯，痛击人类，啊，找个人类啊，你这个脖子咋回事儿啊？软它一整天，软它一整天，软，没用啊啊，我回归路，啊，我又回来了。嗯，奇奇怪怪的哦，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哦。你快点啊，哥哥！哎呦，我装备它会咋样呢？受到伤害的话会死。哦、这是个嘛呀？啊？你怎么这样跑啊？我咋就套着跑了呢？我哎啊，我不能把我的头射出去是吧？我射一下我就变回路了。我嗯，让我再瞅瞅啊。哎，你莫瞅。来嘛来嘛，变他好，哎，谁给我受一下伤害呀、啊？啊，撞我一下，好吧？哎，这不就可以了吗？哎，人过马路啊，我被撞回来了，就把那人撞死了，这意思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哦，我懂了，他帮你挡一下伤害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还用他给我挡伤害哟。我真是，血不比他多，真是。长颈鹿痛击人类时脖子会伸长，痛击。怎么个痛法呢？啊！你这个脖子就宛如电风扇。难道是这个人吗？痛击。喂！哦，我就打他，他的脖子会伸长是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好长啊！好奇怪呀、啊！来，大哥，哎，你就是我小弟了啊！有长脖夫。谢谢你。哎，这是你。好，我打你一下。哦，伸长了，伸长了，你看，我打死了，不是。一山容不得二鹿是吗？哎，他又活了！可以了，啊哈啊哈啊哈！他下巴都没了呀，真是神奇！好长好长，来跟着我啊！哇、哦，两个怪人，真是！哎，我也挺怪的，我这脖子，我是个彩带嘛啊！还差一个悲伤结局了是吧？哦，就等会儿开个枪就完事了。来，我接着选开枪，哦、会咋样呢？啊，谁把我未来的自己毙了？那我现在的我还在吗？啊？有道理呀、啊，就是我没有未来了，那你可不就没了吗？真是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已经开枪了，邦邦两枪，哎呦，哎呀，都打直了，这啥情况啊？啊，我是要把它埋了吗？哎，真的、哦，前面是不是个墓啊？对呀、啊，不是，这个坟地也太大了吧？啊，你直接抬起来了吗？这么大，里面埋啥了？就埋个他吗？我，哎呀，看看这眼神充满了悲伤。对，嗯，我把未来的自个儿埋了，哎呦，我的未来葬送于此。哎，咋回事啊，哥哥？你埋了那么多自己呢？我是复制路吗？哇，哎呦，还差一个坑，正好把它放这儿。是集齐了啥吗？啊？那你自己咋办呢？要招个神路了。你还摸它一下？不，这是把它的墨镜取走了啊，马赛克给它取掉。啊，就这么盖住了。我，你成为了未来的自己。我，这，细思极恐，细思极恐啊！
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不久之后会有一个曾经的你过来打你的。啊，对，没有错，一个轮回呀、啊！来，让我看看悲伤结局是啥。嗯，我仿佛瞅见了，哦，一个加特林，海豚会攻击我。我，这不就在那儿吗？这啥呀？喷火海豚？哎，等着，哼哼，哎，来吧，火来打败火，魔法打败魔法。你要用龙啊？对，没有错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先喷他们几下。哇、哦，这加特林还不错呀。哎，但是我还是要骑龙。哎，我骑不了，骑不了。他们怎么能上岸呢？这海豚？海豚上岸了！救命啊！我骑呀、啊，大哥骑，哎，骑了。来嘛来嘛，哎，烧死你！呜、哦，烧死一个，好，这是你。哎，苍蝇一下就没了，哥哥。打败了海豚。呜呼！哎，我记得还有个沙卷风是吗？嗯，别着急，我再用这个喷一下沙卷风会咋样呢？哎，来吧，沙卷风来了，沙卷风来了。哇，你这个厉害了，同时用两个武器。哈哈，沙卷风来呀，我起飞。龙喷他喷他喷，往死里喷，往死里。就一秒啊，打败了龙卷风。OK， 好了，现在就说啊，咱们就说，家人们，我现在已经天下无敌了，要开始毁灭世界了。你要去哪儿毁灭啊，哥？先烤头牛吃。不是，咋做成牛堡了呀？啊，好快呀、啊，瞬间牛堡。哎，我能吃它吗？啊，我试试看。啊啊啊！哎，我怎么只能吃个面包皮呀、啊？啊。哎，但是我可以上去的，哎，哇，我射了个寂寞，这只射到旁边啊，不能射到上面吗？啊，我上去了，我上去了，啊，哎呦，香肠是啊，又吃到面包皮了，这是，没事啊，我们还是回到龙上去，哎，再烤一下这汉堡会咋样呢？哟，火焰汉堡，哎，我起飞，呜呼，哎。我能不能打那个大狗子呀？啊，有道理啊，哥哥，去看看呐。不会也秒杀吧？等会儿我先召个警长出来。好的。哦，懒懒羊出来吧。嗯，是不是在那儿呢？啊？他不会半秒就被你灭了吧？还在基地呢，在那蠕动啊。哦，就三只啊，都没了。都没有机会出这个圈是吧？就说呀，啊哈，还有吗？喂，还有呢。哇，他们怎么那么小啊？像蜜虫一样在地上爬。哇。我直接把他们踩死了、哦、这么弱的吗？啊哟，这不能大考拉吗？哎，我再来喷你一次啊，你莫愁。哎，我从你屁股喷。不是吧，就喷了一口啊。啊哈，屁股有种灼烧感，然后它就没了，好不好？突然感觉很热，那可能是痔疮。哎，哎，又啥呀？啊，熊熊车。熊警官是不是？来嘛来嘛。哎，我下龙，哎，我直接跟他硬刚，啊哈，电锯加上加特林，哎，来呀，滋，不是吧，根本不用龙出马呀，哥哥，直接锯死了，强不强吧？又来一只熊，哇、啊，滋，哎嘿，你真是怼着他的头锯呀、啊，真是。那当然了，哎，咋还没完呢？啊，还剩两只是吗？咋就被踹飞了你？嘿嘿，正义必胜，来接着骑龙。呜、哦，哼，好，我要把那个核电站给破坏了。那这个城市不就断电了？来嘛，爆嘛，哟、哦，哦，被你给说对了啊！一秒就黑了呀！就说呀，太阳都没了，我天哪！不愧是核能太阳啊！就是，兔警官出来了是不？哦，兔警官在那儿呢，我一群羊围着他转呢。是在这儿做法吗？啊，就是怎么都不敢出来呀、啊！来呀，啊，出来呀！我喷死你！我，等会儿，啊，他被我喷死了。不是，在这罩子里也能被喷死呀？我的火不畏惧这个防护罩，好吗？哼哼，来嘛来嘛，哎，全挂了，好吧？呜呼，这么多羊吗？啊，看我来踩它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你踩的就像蛆呀、啊，哥哥。标汁儿了吗？啊啊，没汁儿。嘿嘿，哦，大坤还在那儿呢。啊，哼，我去打坤。哎，等会儿，那个狗警官还没出来是吗？是哥哥。来，让我把他招出来先。嘿嘿，呜、啊哦，破坏吧，破坏吧。哦，是不是来了？啊、哦，
果真不出我所料啊，就是他又在那里等着你呢。来嘛来嘛，你莫愁，哎，我去打一波坤，嘿嘿，飞起来，我飞，哎，我被这房子卡着了。我还想说呢，你是尾巴被拽住了还是怎么的呢？这是。哈哈，大坤坤，我来了。嗯，噗噗，等会儿等会儿。又醒了呀？他怎么没炸呢？我不是打炸过一次吗？之前。你是不怕火的吗？你看我就追着他打呀！哎呀我，你还有别了，哥哥，我的龙没了，龙龙陨落，我天哪，啊，就完了，我没事哈、啊，我刚刚可能是失误了啊，直接送到他的胃里去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嚼一下我就没了，直接把他胃给消化了、嗯，对，没有错，哎，这回我从他口打，哼哼，哎，我飞。飞起来了，来、嗯，嗯来、嗯，是怼着他的嘴喷吗？小狗还在底下是吧？啊，对，没有错。来嘛，大坤坤，喂、哦，我在你后面呢。好，别着急啊。等他回头是吧？哎，没有错。孩儿，哎，这到边界了，我哎，飞不过去了。卡住了呀，哥哥。那他咋过去的呢？算了，我先打小狗吧。嗯，来吧，汪星人，不会可以偷袭吧？他背对着你。啊我这不是烤着了吗？啊！我边烤他边合体呀、哦！啊！你看，你就成为了一个背景栏，哥哥，你看见没？啊，也是，我定住了。这火也能定的吗？啊！视频能劈吗？神奇！这咋回事呢？第四警察汪星人。哎，那我在哪儿呢？哇，你竟然没他大！活在当下。打不着我吧？啊！喷他，喷他！看我喷你的羊腿！哎呀，哎，我先不打这个羊腿。等会儿，哎，好像不打这个羊腿也没什么意义啊。还是要打羊腿。我就是打不打呢？他只是蹲下来而已。大哥大哥，让我起飞！我飞，我飞不起来了。好好好，好！哎，你哥哥。啊哈！哎，溜了溜了，我看到了坤。他嘴巴张开了，哥哥从侧面喷吗？来嘛，喷喷洒喷！真的喷那么一下就没了。哎，又被我秒了。哦，他在跳舞了哎！我还正说他在那打啥呢，打空气呢。哎、来呀呵呵，先拿你头上的熊警官。全部没了！哇，这么快？你按钮都不用按一下的吗？不要急啊，可能是我偷摸的按了一下。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好，我们上去按一下啊，按一下按钮。大哥，给我按下按钮。好，回过来 ，nice， 往上飞一点。别打我啊，别打我。嗯，来，咋还打反向冲拳的呢？啊，哎，我降下来了。火烤，哥哥用火烤。我来吧。龙头锤他两下。他炸了。就是个小狗子了吧？哟，还想转我呢？啊，我让你转呢。我跳起来给你一口火，直接没了。哼哼，碳烤狗警官，我现在是世界的霸主了。烤了，来呀，嘿嘿，烤掉了，接着再烤一个牛宝出来啊。嘿，小牛牛，哎，摸摸一叫，变成个大汉堡，多可怕呀！奥特曼怎么还不来呀？那这个小牛呢？啊，还不是一喷就没？不会吧？我试看，哇，是啊，偷被这汉堡了。省略了制作过程，好多牛宝哟。哈喽，美女，先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个被称之为你的奇迹，我们是奇迹。Enjoy, wonderful life.